向灼灼时代。重要，对准我，向左看，撑，向前看，走线，站，包站好，好，走西侧，大山位辅导安好，走线。各位好，请早息。我叫金碧莹，是你们的辅导长。各位来到这里已经几天了，有没有什么生活上不适应，还是有什么需要投诉的？在椅子上，给我听到这里，站住！中四学员于三人，请示说话。手放下，于三人。有什么话要说的？报辅导长，在这边所有的操演，我们都很适应。但是有件事情我想要建议一下，就是吃饭的时候，是否可以让我们好好吃一顿？这样子，不管要怎么操课，我们都心甘情愿把完毕。好，请小溪。我会了解以后再回答你的疑问。但是我相信，连上的干部。还有教官们，应该都是为你们好。陈排长，有，有这样的事吗？报告有。秦小溪，往后我会提醒干部，在用餐时间让你们好好用餐。不会再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辅导长在这边提醒你们，连长因为现在还在受训，过几天才会回来，所以由我暂时先代理主官的职务。辅导长在这里重申，你们这一梯次需要学的十分的多，而且复杂。除了特战的基本训练以外，还有很多反恐的练习，所以你们即将成为特战中的特战。希望你们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成为特战中的精英，因为这将会是你们人生当中最精彩、灿烂，而且值得回忆的一页。扫息之后，不敬礼解散，干部留下来，扫息。对于用餐时间，我觉得不宜对学员做任何的处罚。毕竟在正常的操课里面就已经会有所要求，所以我们还是让学员正常的用餐。排长，副校长，当初你也是来这里受训的，
所有训练的内容和以前并没有两样，我只是秉持了这里的传统。如果说我过于严格，那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我不是在说你的教育方式不对，其实可以再人性化一点，毕竟现在国军的训练方式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散训是一样的，绝不容许一丝一毫的错误，否则会危及到他们跳伞时候的安全。散训的传统当然要传承，我知道陈排长是为了所有的学员好，我相信其他干部也是一样。好了，大家辛苦了，休息一下，等一下还要继续上课。谢副道长。哎，盛南，等一下。怎样？有没有很惊讶？我突然出现在这里。惊讶？我说金病辅导长，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哎，还跟我们以前是好姐妹，你怎么来这边不先说一声啊？我想吓吓你而已嘛。吓我嘞？真的是。刚陈排长这样跟你讲话，你还好吧？心里有没有不好受？不会啦，其实当过新辅官，多少可以了解这些干部的心情啊。陈排长只是因为担心那些学员跳伞可能不会通过，所以才这么严格，这点我会注意。倒是于善人，你要不要跟他聊一聊啊？我之前都跟他聊过了，他跟王卫以前在新训中心是教育班长，王卫通过闪训来到这边是当班长，于善人还没受过闪训，来到这边当然是要跟学员一起受训，即使他已经挂了阶，我觉得这点他自己要调试。这我当然都知道啊，就算是将军来这边受训，也是要跟大家一起训练嘛。可是我知道他是因为你所以才来特战的。孙导，好，这边没别人，你先扫兴。谢谢班长。班长，你约我来这边，该不会是我在连结场上向副校长投诉排长的事情吧？在散训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学员会去投诉他的教官以及助教。在这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你们要学着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教官，遵从他们的训练。以后你们跳伞才不会出任何的意外。报告司班长，你现在讲这些话，我能够理解。可是你现在讲的，是训练场上的训练，而我要表达的，是在餐厅用餐时候排长的所作所为。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那是训练，而是过分，你不觉得吗？善人，我跟你说过了，在这里只有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教官常常提醒你们的姿势口令，是为了加强你们的训练。这里不是新训中心，你来到特战中心，我希望你能够不怕苦，不怕难，更有毅力，更有耐力。你有看到上面那八个字吗？求精求实，从严从难吗？这八个字，我需要你好好的想清楚，因为这几个字是我现在对你最基本的要求。男朋友啦！啊，男朋友是哪一位的？对，他写的。对了，阿黑。
别气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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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气
叶大同，量血压啦！嗯，对那是你啦！我不玩嘞。啊，你哪在家？刚刚我在外面哦，听到都是你的笑声哎！啊，进来这里哦，一句话都没有，这么安静，你是不是以为长官来巡视你啊？我哪有？我刚睡正熟，我还猫士官长。哎，你安尼讲无到意思啊！亏我还帮你妈妈带来这些什么？哦，极品鱼油啊，极品的啦。哦，还有这啥？舒洁定，这补关节啦。哦，还有三素钙定，这补钙啊。啊，最重要的就这，进 B 群补什么？补。不要讲，知道就好。天哪，这是我好朋友。这什么意思？1200元。无遗憾啦，又唔惊吃。走啦，加坐啦。长官好。哎，你真无聊呢！边个啦？啊！我是想说哦，你在这里哦很无聊，身体会闷坏，所以我做一点效果给你呢。效果？我觉得看电视比看你好笑。你边个坐啦？走！一个梗玩两次就不好笑了啦。我看诸葛亮会这样吗？叶大同，总部，回上一栋。上一栋是这样子的吗？东西要这。看你过得蛮好的。排长是代替连上长官来这里探视你的。谢谢排长。我看你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嘛，啊！托拜长的福，电视还舍不得关掉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以你的伤，短期间是好不了了，所以你最好有心理准备，随时都有被退训的可能。退训？那我不是就要离开这里了？怎么？舍不得这张病床啊？不是啦，是我那些朋友。你的那些朋友，再撑也没有几天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好好的安心准备退训吧。至于桌上的那些零食，你就慢慢吃，反正再待也没几天了，好好照顾他。是。排长先走了。长官慢走，排长慢走，排长我会好好加油的。节目组，排长踏步。立定！向左转。班长知道你们还有一些东西还没买，趁这个时候去买。给你们10分钟，扫息之后不尽力解散，扫息。
去买。哎，吴君凤啊，你不进去吗？哦，没关系啊，不用，身体有点不舒服，坐着休息一下好了。就休息到里面啊，好冷气吹。不用啦，这边休息就好了，真的。那你要妈买什么？我帮你买。好啊，我要一瓶饮料，两包洋芋片，然后三包咸的饼干。不要买苏打饼干哦，我不喜欢那口味。快去啦！啊，你不是身体不舒服，还买那么多？嗯，哇，不舒服嘛，嘴巴 OK。快去啦！吴君凤，你身体本来就不舒服。没事啦，班长，我很好。我去坐一下就好了。如果真的有不舒服要说。哦，谢班长。快去啦！啊，把这几箱搬进去就好了啊！麻烦你们，待会儿这个记得回来找我拿饮料，我请你们啊！士官长好！都退伍那么久了，还什么士官长呢？这欢迎各位弟兄啊！啊，里面应有尽有啊，好不好？待会儿我请客啊！好，士官长最近好吗？我太好了，你知道吗？这几年我所挂念的事情，这次全部都解决掉，所以今天我的心情特别的好，你们两位等一下也到里面去拿饮料喝，我请客啊！谢谢士官长，我们在外面等就好了。哎呦，那么客气干什么呀？哎，这些小朋友都，都是你们接的新兵啊？对，前几天才刚接的。哦，好不好带啊？有些天兵。告诉你们，一代不如一代啊！要麻烦你们两位班长，对他们要严苛一点。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要求精求实，从严从难，这样的部队才会强壮，老百姓才会放心，啊，懂吗？啊，我不打搅你们休息了，我先去忙了啊啊！谢谢官长。怎么办呢？是要怎么跟陈总理之花小燕比啊？我的小燕不会啊，我觉得这个大姐长得蛮漂亮的，而且我们陈总理那两个最漂亮的便利店小姐啊，都死会啦，没机会啊。玉婷后来不是跟杨海生在一起，还有那个小燕，她会跟我们那个 CEO 三三那嘞邱有顺啊，嘿啦，没机会啊啦。啊，你不知道我们白龙已经情定小燕了。不会吧？你的意思是说叶大同亲手把他妹妹推入火坑哦？班长，我是有大舅子元的。你是一只大猴子人猿。大舅子元呢？叶大同现在医务所也没听讲说要去看他。班长，我也想看他啊。可是他现在在医务所，不用做腿力训练，也不用被疯狗咬。就是说嘛，又能够吃零食，又能够看电视。哎，我只能说啊，我恨我自己长太帅，也长太壮。你干嘛啦？怎啊？你不要弄我啦！喂，大伟哥，最近表现得不错啊，班长有在夸奖你。还好啦，我还没尽全力。倒是有人身上挂那条杠吼，都不会挂得不心安是不是？不心安？不会啊。你没有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兔子是不会赢乌龟的。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乌龟咯？不是我，是他。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那么大、那么肥的乌龟啦。对，你说的对，他是个又大又肥的乌龟。可是厉害咯，如果他能够从这边捷讯的话，你们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已经比你们强十几倍啊。他是龟，那你呢？他是龟。我就是龟仙人。
龟派气功，哈妹哈妹哈。这里的，我们走。龟孙子。兄 ，Yeah， 准备军香。这个魔术来吧。你想吃什么？苏打饼。苏打饼。What the hell？ It's magic。再变一个东西来吧。好啊，那变这边没有东西好了。没。看看啊，喜欢吃什么？太太 ，It's magic。身为一个专业魔术师，你想吃什么？我有求必应。妈妈想要啊。哎，他还不行啊。我请你。不必了，杀人凶手。杀人凶手。哎，慧心，你等我一下。都要集合了，怎么出去嘛？哎呦，怎么办啊？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My God！ 嗨，你好，我们正要去集合呢，拜拜。喂，吴俊峰，你趴着去，我要跟你讲话。只认错人了，我叫吕美玲。不会有期，拜拜。吴俊峰先生，怎样？不喜欢啊？放给我啊！干嘛？怎样啊？阿冰姐，这个甜的还给你啊。受训期间，甜的饮料不要喝，要多喝水啊。来，小乖乖，盖子要不要开开啊？吴君凤，怎么这么没有礼貌？社长给你水，你还不拿？我女儿就这样子。爸，拜托好不好？现在是休息时间呢，你就放过我嘛，就操得很累了。那你们今天上什么课程啊？机身训练。哦，那就表示前滚、左右边着地都会了。嗯。啊，哎，那你表演一次给爸看好不好？现在。对呀、啊，如果这个你的姿势不对的话，我可以当场就帮你修正一下嘛。爸，现在这么多人在这边不好看啦。吴君凤。前滚右，预备！哦，这么惊喜啊！跳！右滚右，当！吴君凤到！吴君。
金凤，你现在是在跟我演布袋戏是不是？人家是脚着地，你怎么手跟手上着着在一起啊你啊？爸，这里很多人啦，现在坐很丢脸呢，拜托啦，拜托。士官长，其实我们现在有规定，只能在草地上练习滚翻。好，这样子啊，那基本动作可以吧？姿势。姿势。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别！各位弟兄，我不是在叫你们啊，我是在训练我女儿而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回上一栋了啊。三井做得好，跳伞跳到老，好，不错。爸，这样可以休息了吗？可以的，可以。哎呀，你要多用心点，不要丢你老爸的脸。想当时我在伞兵，我也是个模范生啊！给老子争口气，好不好？有道是，虎父无犬女嘛，是不是要讲这句话啦？哎，对，虎父无犬女，我告诉你，你以后一定会轻胜于蓝，啊！下次放假我们一起回家。我可以说我不要吗？好，回家哦。好，哎，班长，这个我这个女儿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谢谢。是，司官长。凶手好像在等你。诚恳，偏偏第二个我刚刚穿好保护色，第三个我在干什么？静静杀人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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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拔河。第四个我热血沸腾，彻夜唱着歌。第五个我却赖在床上一直瘫痪睡着。这几个我到哪里呢？难道背叛我了？一边笑得疯了，没事吧？一边哭得累了，判若两人，快要放弃了，快要虚脱了。下一个我又是尹寿。班长，你怎么了？没有，天气有点热，冲个凉。冲凉冲成这样，你是不是跟谁相处得不好？没有，还是训练上有什么困难？也没有。没有就好，如果有的话可以来找我聊聊。你们经过的事我也经过，你们的困难我不会不了解的。知道了，班长，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想先回寝室。你记住，天气很热，
最好把头擦干，比较不容易中暑。知道，班长。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么多话，不过很谢谢你关心。回去吧。是班长。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机身训练。预备，起，挂钩，系锁三保险，量身引擎带，检查引擎带。 检查装备，钢盔、下带、胸带、腿带、引擎带。检查报告。向前滑行。 左右机门大门，一二跳，跳，停。各位请坐，坐下时三分之一板凳坐好，抬头挺胸，腰杆挺直。 脚跟切齐地上铜线。我旁边坐那个女兵，好香哦！我跟你换位置啊，想得美！你待会不要出错啊，拖累大家，我很不爽的。 不要啊，好恐怖哦！各位，机身训练就是让各位模拟在飞机上的各种操作程序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跳离机身。等等，各位操作的每一项动作都是在确保你们的生命安全，请你们务必熟练熟记，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赖虎，你慢半拍，所有人欠我10下腿力训练。你有意见吗？第一波，你飞。你在第几波的？报告，第一波。第一波为什么不跺脚？第一波注意，跟不上一道。参加教官。 站，欠我10下，所有人总共欠我20下。第一波，预备，起立，挂钩，闭锁，穿保险，调整引张带，检查引张带。
什么东西啊？你再欠我十下腿力训练，所有人总共欠我30下。检查装备。钢盔、下带、胸带、腿带、隐藏带。赖，你到底要我点你几次？你这样乱比乱念，你我看不到是不是？谢谢赖虎在为各位同胞争取10下腿力训练，你们总共欠我40下腿力训练。于美玲，是，示范一次。检查装备。钢盔、下颚带、胸带、腿带、隐藏带。赖虎，了不了解？了解。各位，你们的同袍赖虎以及金湛为你们争取的40下腿力训练，请各位记得还我，也请各位记得谢谢他们。检查报告。啊！向前滑行。走进门，大门。开始。跳。跳。跳。手没抱紧，脚没夹紧，搞什么？原地弹跳100下，开始。可以啊。你们三个不要等我抓，自己先调整姿势。想啥，拢洗掉就好啊！洗掉，啊洗掉都无干啊！啊，伊是要安做飞行绳？放一条就好啊啦！啊？放开挂。啊！凊彩放啊，你放一条，咱保庇莫让虫伤忝就好啊！保庇莫让虫伤忝。你有够巧，我发现有够紧，我知影，我删了啊。知影哦。啊，我挂了哦，啊，过来。啊，放回去就好了。马吉啊，你太天真了嘞！你唔知影，把这些物件提出来，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呢。啊，这个要把这提回去，偌困难呢？你唔知道？这就像是把孩子生出来了，还煮油，这么困难啦。啊？哦。F4 里面，第一翘就是我。是啊。本来就是你啊。我打算让你做我的接班人。真的？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完成任务，对不对？啊。有没有信心？信心满满。能不能达成任务？誓死完成！去吧！哎，等等等，这个美男怎么完成任务啦？快写，快写，筹一筹。你谁子？我接班人哦。嘿啦嘿啦，来去啊！过来。好了。示范，现在准备正式操作。
慢拍啊！回复上一道，欠我20下啊！起立，挂钩。一朵大保险，拿来发带。李振华，林磊发，又是你们两个，这苦命鸳鸯啊！回复上一道。再欠我20下，挂钩。一朵查保险，调整银章袋。检查银章袋，检查装备。钢盔、沙袋、胸袋、腿袋、银章袋。检查报告。走，走，走，三四好，好。老师好，老师好，有小老好，好，向前滑行，左右机门，大门，一二，跳，跳，一秒钟，两秒钟，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跳什么东西啊！再跳一次，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振华，你给我回来！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报告有，有就再跳一次，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李振华，回来。人还是僵尸啊？报告，是人啊。那就不要并脚跳，单脚体操会不会？不会。再跳一次。一、二、跳。一、三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李振华，旁边腿力训练20下，预备。一、二。开始，一、二、三、四，一、二，错了。李金树，跳。你很会嘛？他跳伞的时候，你要顺便跟他一起跳。如果可以的话。废话，你干脆去退训要不要？不要。不要就给我跳。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要。上一道。检查你张袋，继续跳，一跳，一秒钟，六秒跳，三秒，一跳，再做一次检查装备，钢盔、下巴、胸带、腰带、腿带、银章带，这念什么东西啊？检查装备是由上到下，左到右。你不知道吗？报告知道。知道再说一次。银章带、钢盔、胸带、腰带、下巴、腿带。吴军凤，左右不分啊？左边哪一边？叫你检查装备，用剑指摸，摸脸干什么？你以为是拍广告啊？很好。我以为天兵都到另外一组，原来这里还有隐藏大魔王啊！我看你还要帮大家累积到几下腿力训练，继续。一秒钟，两秒钟。闭锁，插保险，调整隐藏带，下巴、头发要。从头开始。哦，头发。什么头发？钢盔。钢盔、下巴、胸、下颚。钢盔、下颚、胸带、腿带、腿带。吴君凤啊，确定你爸是空特士官长退伍的吗？对啊。那你怎么还天天的？喂，你干嘛这样说他？他只是左右不分，脑袋有点不灵光而已嘛。
的不就是天吗？哎哎，不要再说了啦。对，我吴君凤的确是个天兵，而且天生左右不分，偏偏生在军事狂人的家里，我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啊！不要叹气，你叹一次气会衰三天。要不然呢？你觉得我适合当兵吗？嗯，不适合。喂，哎，不然你在当兵之前是做什么的？护士啊。啊？护士？真的假的？你小天使？小恶魔吧？哎，奇怪。好啦，我之前在手术室里面实习，老是迷迷糊糊的，左右不分，左边是刀子，右边是钳子，老是搞不清楚。哎，我也觉得这样子很糟糕啊。所以你是被医院开除的？没有啦，只是被调到一般病房。那就还好。可是为什么你不当护士要来穿军服啊？说来话长，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爸爸。你爸爸？我家里有四个小孩子，大姐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二姐是政战学校毕业的，三姐还在念大学。我家里面没有男孩子，爸爸退伍前总是叹气，没有人可以继承他的衣钵，当伞兵。从小啊，家里的生活就跟军中生活一模一样。我爸6点呢会准时吹哨子叫我们起来，哔哔，然后吃饭坐椅子只能坐1/3，腰杆挺直。更夸张的是，读书跟写字，哎，管得更严。哇，我真羡慕你耶，有个军事家庭的背景。你喜欢啊？给你啊，给你啊。哦，所以你是被你爸逼来特战的？没有啦，但是他每次看到我一直在叹气啊，嗨嗨嗨，好像我们来当兵就很不孝一样，所以我就来啦。反正我也知道当不成医生娘啦。医生娘？不过你爸也是对的啦，在部队里面顶多只害我们被罚，可是在医院里你肯定会害死很多人。喂，你们不要乱讲哦。哎耶，我的罚卷，还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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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波，预备。擦保险，调整一张袋，结账一张袋，结账装备，头盔，下巴带，胸肩带，那口诀要背起来啊，不然抄哥怎么办呢？啊，我就忘记了没，要不然你念我抄。我靠，叔叔你，哎，阿丽奈搞我搞。麻烦呢，坐着啦。你以后讲我听得懂的啦，讲国语啦。哎，赖虎啊，那你抄好之后，可不可以顺便也教我啊？你，振华，你找这个大哥来教你哦。你找伊搞，根本就是恰鬼恰好单嘛，稳死的啦。自己好自为之。那个恰贵听有端什么意思啊？
伊意思就是讲吼，请足贵的医生啊来给你开药单啦，嘿，哎，知无？哦，是贵哦，哦，我以为是鬼 ，ghost， 喏 ，ghost。台湾不是讲 ghost 啦，是讲阿飘。阿飘，阿飘，你知无？嘿。哦，阿飘，阿飘。你们聊完了没啊？口诀还要写吗？你不写我走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管我走。哎，你帮我按摩一下好不好？其实哦，我觉得如果你们有空的话，班长，我看你很久了，你一直这样捶，你是脚很酸哦。钢铁啊，你怎么会问这么笨的问题呢？我们每天被操成这样子，如果我的脚再不酸，这个脚就是假的了。你不会酸吗？哎啦，对啊，对嘛。徐父，我记得你那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你家是开那个什么照相国术馆的。中医国术馆啊，班长。对对，中医国术馆。不好意思哦，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两招，看怎么样可以让脚比较不那么酸啊？班长有需要的话，不要说两招，十八招都没问题啊。漂亮，你看，钢铁，不要拿名片给我，我没有时间去啊。不是啦，班长，好东西来的，你看，噔噔。你是脑袋有一点点问题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脚酸哎，你拿一根针出来干嘛？我又没要补衣服。这是针灸，我学过的，只要对对的穴位扎下去，很快就可以解除酸痛的。哎呀，班长啊，你堂堂六尺男子汉，还会怕这么小的针哦？我不是怕你手上这个小小的针，我是怕你技术不好。你那蛮不灵的，动不动说的我中风免话。班长，先出。喂，你相信我？对不起。班长，我练武功了。哇塞，针灸减肥法。快！快！给你们一分钟，着运动服装，给我离开寝室，到外面好好活动活动。熟悉之后继续动作，开始。脚酸吗？开玩笑，刚才徐峰那一针扎下去，任督二脉马上就打通了。再说我以前是篮球校队的，投篮啊比打靶还准。赖虎，我看这样好了啦，你要去给徐峰扎两针啊。我就不爱嘞。这么巧，你也校队的、哦，怎么样？你不尬下？尬。可以啊，看你要怎么尬，尬完到了尬之前都可以啊。别这样嘛，大家都同梯的，打球一起打啊。还是说你们几个是怕输？算了算了算了，你也知道，当兵的人没事喜欢打嘴炮，就不要戳破兵。对，被发现了。等一下，你意思是说我们愚善人只会画虎烂，只是个三角猫就对了？喂。他这么爱面子，你不怕他伤心吗？对嘛，校队有分先发跟冷板凳的。冷板凳，你们就是冷板凳的。冷板凳，要尬是不是？要尬就尬些啊！班长，我们要推口，我怕不行。欧尼也是不用跑的，进去才是我天下，好不好？对，有信心是最好啦。变魔术的，洗衣服，还有外国人一起打，好啊，好，跟我们出场啊，闹人好啊，
好，班长，我们这边五个人的，你们少一个，想找谁啊？我来。球卡来球来，弄来弄去，你是女的，你行吗？对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是假的欧尼尔，这个欧罗布两个都没炸，剩下我们两个。天气这么热，要怕你会昏倒，算了啦，我们找别人。不用担心，我可以的。预备，开始。Yes!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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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我去帮他加油好不好？哎，而且我觉得美玲不输给男生呢。嗯，走啊，走，我们去。嗯，走吧。班长，五比零嘞，还需要比吗？争气一点好不好？要，胜负还没分嘞。哎呦，女兵说话是不是？哎呦，女兵说话嘞！笑哎呀，她又不是哑巴，当然会说话。你上来，过来，我跟你们讲，球不是这样打的。暂停。小妹妹啊，平常都是班长在发号施令，你干嘛？你们球不是这样打，球要传给我啊！传给你，你行吗你？相信我。相信你，哎，我们这边都是高手哎。高手累了，传给他吧。加油！好，打！加油！加油！加油啦！加油！加油！美玲，加油！抢球！抢球！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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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加油！加油！加油！兄弟！哎、欸，你今晚是咧讲啥？你二十几岁，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好不好？想当初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哈。好，来，来，曹一哥，来，你准备来干火锅的好不好？哎，先点菜，哎，等两分钟。合法冲撞 ，OK？ 你们怎样？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打。班长，加油！哎，打！来，追上来了！左边，哎，加油！打球就打球，有必要打人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合法冲撞了哈。哎、欸，你玩了不？还被针灸不？不好意思，合法冲撞了啊。等一下，冲你头啊！篮球规则懂不懂？不懂不要打篮球嘛。哎、欸，老妹啊，干嘛这样子？你刚才在那边也有干拐子啊，我们也看到了，也没跟你计较啊。那你们计较什么？对不对？打球嘛 ，peace peace， 没事没事啊。嘉文这就来啊！我给你哦！哎呀，卖衣服啦！哎，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干什么？对！是谁说可以打球的？不说话是不是？好，大家一起出发。是我。又是你。对啊，班长，你叫我们出来活动活动，那我们不打球能干嘛？在别的地方随便你打，但是在这里是不行。是吗？既然不行的话，那为什么会有篮球架啊？所有人听着，不让你们打球，是怕你们扭到脚，到最后是无法跳伞。在空训中心，任何球类的运动都不能打，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双脚，明白吗？不太明白，报告班长，跑步、腿力训练、跳伞的姿势训练，任何一项动作都是有可能造成脚的扭伤，那意思不是一样吗？我觉得你是全心的刁难我们，尤其是我，因为我是新训中心出来的班长。怎么样？你有意见吗？对，也可以说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刚也讲完了。我只是觉得你看不起我们新训中心的班长。体能是不是？体能？你赢得了我吗？啊？好，没问题的。三千公尺。三千公尺，三千公尺，开什么玩笑？我在新训中心每天都跑三千公尺，太少了吧？在空训中心，我武装三千。
要啊！我刚才太冲动，想说吓吓他，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我现在也没台阶下，怎么办？那你赶快去换衣服啦！快啊！来吧，年轻的，你想做壮士代言。